随着《西游三》剧组开放探班，各大主演的定妆照也陆续曝光。虽然唐嫣版本的紫霞和韩庚版本的至尊宝造型被网友吐槽了个遍，但片子还在继续拍，演员们的戏份也陆陆续续的杀青。以夫妻档出演的吴京和谢楠分别在电影中饰演铁扇公主和唐僧。近日，谢楠在微博中晒出铁扇公主造型的背面照，并附言称：“拜拜，铁扇公主。”一身红衣的铁扇公主，复古的发型上缠着精致的发饰，大红的珠帘尽显风韵，让人对其正面照充满了期待。网友留言称：“哎呀妈呀，牛夫人你漂亮惨了。”有网友拿着谢楠铁扇公主的造型和唐嫣的紫霞相对比，明明应该清新脱俗不食人间烟火的紫霞，却透露出牛夫人的气质，让网友忍不住吐槽，真是高下立判，唐嫣明明最适合铁扇公主的好吗？没法看，简直秒杀。也许娱乐新闻中心上海报道。